事啊？冇事，咁你唔会打翻气？算啦，到底有冇事啊？你这个声音被人打了啊！旁边了，旁边了，高高度，高高度，谁啊？过来，过来，快点下俾人打得秒晕手，我去嘅时候你都俾人打得晕陀陀啊！够啦，冇再撩交打，你去帮我啊！我哋可以赢啊！就算我哋赢咗第一次、第二次，佢哋翻返嚟玩我哋，嗰时我人唔喺你身边，咁你点算啊？我会打翻佢哋噶嘛？够啦，细佬，而家阿爸阿妈又唔喺呢度，你唔去打就唔去打咯，你生性啲啦。打咗你喎，算啦，过去事就算啦。四寸死底包你啊！死底，死我吓，我怼落去佢掟我吓，死底啊！死底，你大哥，吓你，你又打咗啦，打咗啊吓！打我！多谢你阿哥，傻猪嚟嘅，我哋兄弟嚟噶嘛？你回到家了，你回到家了，哎呀，我关门了，你自己都到了。
哇，真好正啊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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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多有一樣你扶你回來真是麻煩啊，好麻煩啊，我先靜下，來來來，喂，什麼來的，幫你買先，哟，好凍的，那些豆味，哟，是不是好溫啊，差不多啦，什麼差不多，你說我今天去帶你去的嘛，去哪裡先，你說去哪裡就去哪裡咯，哪裡又又去那裡咯，我現在去找他們，什麼事啊，那電影跟老闆啊，我你能够你咩事啊，你这次你去哪里，现在我做哥，不是不是，刚才我听到你弟弟接了电话，你冷静点跟我说，接了电话说他朝你跟别人走了，啊，你快点去看看先，真的啊，快点快点，我不会放过你们啊，过一次就算了。
是兄弟嚟噶嘛。你走，你走，大佬，你走。